見到全我哋緋聞咁點算啊？喂，我就係想咁樣噃。嗱，家陣啲 artist 啊，有親新戲上啊，出親新唱片都會傳啲新聞作宣傳噶嘛。我哋都係時候咧，搞下緋聞，幫 R.E. 谷下收視啦。咁同你傳都好過同梁浩佳傳嘅，殺你啊！嗱，至於呢個戀情曝光地點咧，我話諗好啦，就係呢個馬場，人多記者多。如果次次都好似咧，星期三沙田傳嚟夜宴咁熱鬧嘅話咧，想唔傳緋聞都唔得啦。讲开星期三沙田全丽夜宴，梁定华凭赢啲啲同穿针引线起码，而主帅都义亦以24分成为骑师王。除咗梁定华，练马师胡森呢一晚亦有两场进账啊！莫家淦，你够胆背住我偷食？我都谂到啊，佢以前咧，刘家豪新闻同佢嚟噶嘛，喂拍咁多同佢，假如咧一边就拍拖，一边偷食，咁先啱做啊！最弊啊，你食晒啊我啲饼咧！我谂住啊，留翻嚟啊，星期六晚啊睇杜拜世界杯赛日噶嘛。嚟紧星期六晚，马会会喺以下时段粤阳转播杜拜美丹马场举行嘅杜拜世界杯赛日其中五场赛事，马迷都有得参与噶。其中我哋嘅好爸爸将会角逐杜拜免税店杯，时尚风采就会出战亚乔斯短途锦标，而统一世界就会争夺杜拜金沙轩锦标。各位到时记住同佢哋打气啦！哇，川啊，你个肚！事到如今，拍拖偷食我哋都已经玩过啦，系时候咧都轮到我二次有咗，一早咧已经同你秘密结咗婚。秘密结婚？嗯，拉斯维加斯。嗰度經已勾咗啦，我哋係賽馬節目主持嚟㗎嘛，係結啦都搵一個港隊馬揚威過嘅地方啦。2007年3月31號，爪王凌宇首次遠征，角逐國際一級賽2400米杜拜斯馬經典賽。結果爪王凌宇擊敗多匹強勁對手，奪得冠軍，為港爭光。嚟緊星期六，希望一眾香港馬可以好似爪王凌宇咁揚威杜拜啦。喂，又话去杜拜注册嘅，仲唔执嘢？执咩啊？节目时间够啦，分手啦！我分手。哎呀，和平分手啊！一旦俾人踢爆结咗婚咧，就即刻宣布因了解而分开，咁样先够峰回路转啊！今晚分手之前，睇提你记得睇星期五晚11:50嘅三三不进。嗯，咁你都要记住咧，星期六沙田日再改咗系星期日举行啦，再见，拜。喂，啊，咁我哋几时宣布复合咧吓？